BTS 成员救国，身为团内吃货代表，总是可以在节目中看到他津津有味享用美食的面貌。近日救国一则发言引起关注，他表示无法理解不吃披萨边的人，一般人因为披萨边没料又太干，经常会弃置造成食物浪费，但救国却连披萨边都吃得很香。此外，救国也喜欢加葡萄干的面包，以及在大众调查中好物分明的薄荷巧克力，也是救国爱吃的品项。不止爱吃，食量也很惊人，对他来说泡面只是开胃菜，让粉丝网友纷纷赞叹表示，救国对食物是认真的，真的是很懂吃的家伙呢，感觉他什么都可以吃得很香。原本不吃披萨边的我，因为救国现在要开始吃了，可以给救国加冕 BTS 食神称号，希望未来可以跟金一样让救国代言喜欢吃的美食。